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啊，说郑州的一个大桥上面几百辆车因为大雾加上桥面结冰而造成了有很多车相撞啊。我在这里我想就是问一下，并不是说我幸灾乐祸，我想问一下，在这些出事故的车里面有没有新能源车啊？有没有那种带防碰撞预警啊、某拉呀、某棚啊，就是那些安全配置特别高的车，你们在这里面有没有被撞上，或者说是你们停下来了后面追了你们的尾，还是说你们的那个防碰撞预警那些东西起作用没有？我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你在所谓的那些媒体啊做了再多测试，也不如来一次这个真实的碰撞啊。我就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些新能源的车主啊，在这次郑州的新郑大桥这个事故中啊，你们的这些防碰撞预警啊或者什么发挥作用没有啊？有的话请在评论区里面说一下啊，也请相关的专业人士跟我们来解释一下。